这个是小的，小的录影机，这个就不用认过了，这没有客户。在学习台湾婚礼习俗，观摩，观摩，观摩，哎，最传统的、最完整的、完整的。好多菜，走来，而且厉害啊！嗯，好厉害！现在变出好多东西了，对吧？我跟你讲，这个今天第一次做，做了一下没有很成功。太小了，其实这边。刚开始很像说叫红烧烤麸嘛，但是我一下没有做成那个江浙的菜啊。这吃起好吃久了，没问题。不知道好不好吃，因为第一次做。其实阿姨很棒哎，她40分钟做出这么多道菜，有的都是超棒哎，有的是现成的，我只要稍微加工一下而已。开动，开动，开动，吃了，吃给你看。地瓜饭，地瓜好吃，地瓜饭很甜的。对，这是猪排，对，然后烤麸是那个台湾民俗里面的很江苏菜，江浙菜啊。应该它应该是算是凉拌的，但是我没有做的很好，应该是凉菜。这很有，这个是卤肉，所以你说好吃卤肉，嗯。烤麸是这个东西。今天如果没赶时间，我们再慢慢吃，边聊天。对，慢慢吃。好不好？要力道很大。对啊。这个。因为它这个烤的哈，烤的比较嫩，所以皮不粘在一起。哦，太丢脸，今天这个不漂亮。好吃是吧？我想应该不会，我想应该很好吃才对。好，再干一次，好，再干一次，抢个镜头。嗯，有点味道啊。嗯，这好吃，这什么？烤麸，烤麸。它这个就是，没有卤的，就是就像一般那个像。那个导包，导包，导包有一种是没有有炸没有炸的，它这个是没有炸的、啊。果酱，自己做的草莓柚子口酱，哦芝麻酱，果酱就是我们吃完都要有空瓶子就，对对对，我们都会给它洗起来，然后留着。对对对，搞搞，只是柚子酱，然后就是还有做柚子茶。哇，就好，啊，这个有时候第一次做啊，我这个就是涂面包，哎，还有就是说下午午睡起来弄一两汤匙冲热水啊，那个就是变成那就是就刚刚讲的柚子茶。Thank you for watching our video. JS Adventure is a snippet of our daily lives and travel. 谢谢收看我们的频道。JS Adventure 记录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跟旅游记事。Pleas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if you haven't. See you guys next time. 下集见，拜。